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。阿们。愿主的平安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共聚一堂，彼此代祷。天主委我重任，但我自知力量有限，故请大家为我加倍祈祷，求天主赐我勇力，善尽桥梁之职。现在既是教会神圣的四旬期，我们要克己苦身，祈祷悔改，力行仁爱，好能死于罪恶，活于基督。就让我们大家认罪，虔诚举行圣祭。攻读《生命记》，梅瑟向民众说：上主你的天主今天吩咐你遵行这些法令和规则，你应全心全念跟从。像这样的人才算是真有福。福音。Jesus said to his disciples, "You have heard that it was said, 'You shall love your neighbor and hate your enemy.' But I say to you, love your enemy." 不是也这样做吗？所以，你们应当是成全的，如同你们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样。上主的话。圣蒙教宗本笃十六世对香港教区和祖国教友的厚爱，在二月十八日作升本人为教廷枢机团一员，本人既觉愧莫感当，亦满怀感激之情。教区在历代先贤，尤其是在胡振中枢机和陈日君枢机的带领下，为教区奠下稳固的基础。本人乐于报母他们的方表，做个好牧人同埋好仆人。成为枢机既系一份荣誉，亦都系一份责任。枢机嘅红帽系殉道嘅标记。既然枢机呢份荣誉亦属于教区，就让我哋大家共享荣誉，共负责任。我喺四十六年前嘅主显节进铎，亦喺今年嘅主显节被任命为枢机。主显节所强调的闪耀之星，在基督的光照下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传扬真光的传教士。现在我借着这个机会向大家重申我的四点牧民关注。首先，福传就是教区的优先任务。我期望所有的教友在量和质两方面都能够平头并进。我的第二项关注事宜就是施铎和修道人的圣召，并且希望教友都鼓励他们的子女追随铎职和奉献生活的圣召，支持圣召和为圣召祈祷，亦都期望神职人士以善表吸引青年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的福传工作才会结出常存的果实。第三项关注的对象就是在教区内的外籍天主教徒。外籍弟兄姊妹的临在正是挑战我们教友个人和团体的责任。倘若每一个堂区不但能安排主日英语弥撒，还能提供设施给外籍人士使用，这样我们同外籍教友必定能加深情谊，共成一体。
至於第四個關注，就是中國教會。中國自70年代末期重新開放至今，雖然經濟已日趨自由蓬勃，但是對宗教的政策仍舊緊縮。儘管內地天主教會只有一個，教徒仍然未能修好合一，所以香港教區應該回應教宗的呼籲，擔負起橋梁角色，協助內地教會的信仰培育，促進彼此間的修好，使之同教宗以及同普世教會達至圓滿共融。現今雙方的交談又再遇挫折，原因就是去年發生了兩宗非法主教祝聖典禮，致使教廷不得不按天主教法典宣布有關人士遭受絕罰。儘管這樣，歷史總是應該向前走，只有坦誠交談才能夠解決問題。讓我們祈求上主再有忠憤重開交談，亦都祈求上主恩賜受絕罰者早日回頭，彌補教會所受的創傷。為達成這四個牧民關注，請問哪裡能夠獲得靈性的力量呢？答案就是靈性的泉源就是在基督善牧的愛內。因此我在進牧的時候所選的格言是採自聖詠第23首主為我牧，以及約望福音第十章耶穌是善牧。我亦非常喜愛約望福音第三章的金句，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，使凡信祂的人不至喪亡，反而獲得永生。這個金句勾畫出愛的三大要素，即是無條件的賦予，需要有具體行動，能夠轉化他人。如果我們致力父母真福和聖人們的善行，將基督的愛在生活中實踐出來，則本教區今年教友年的三大目標，成聖自己、聖化他人、轉化世界，就不難達到。最後我再次衷心多謝各位弟兄姊妹的祈禱、祝賀和參與今日的感恩聖祭，亦都請大家繼續為我和為所有的書記祈禱。甘愿舍身受难时，拿起面饼感谢了你，把面饼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：你们大家拿去吃，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。就是我的血，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，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，以赦免罪恶。你们要这样做，来纪念我。愿能天主父，愿一切崇敬和荣耀，直上基的团结中，都归于你，直到永远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敬仰，愿你的国来临。
请看天主的羔羊，请看除免世罪者，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。让我们请中华之后圣母玛利亚为我们代祷，彼能时时成行上主的旨意。大家俯首接受天主的降福，愿上主的圣名受颂扬，从现在直到永远。上主的圣名是我们的座右，因他创造了天地。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让我们团结一致，为主作证，微撒禮成，感謝天主。